由 vivo 智能手机冠名播出的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是一支由多兵种、多机种构成的现代化战略性军种，肩负着维护国家空天安全和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经过67年建设与发展，在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目标指引下，人民空军精略空天、搏击空天、制胜空天，正向着建设世界一流空军阔步前进。在空军有一支传奇的部队，空降兵部队，他们是上甘岭精神、黄继光精神的传人，更续着英雄的血脉。抗震救灾，他们是最早到达受灾地点的天降神兵；上阵杀敌，他们是深入敌后孤胆作战的致命尖刀。而这里也将成为我们八位新兵空军生涯的起点。嗨，大家好，我是夫仔，我现在马上就要进军营了，提前挺忐忑的。我想记录一下我进去之前是长这样的。我始终坚信，一般第一天进营跟我们第一天进国家队的概念是差不多的，应该都不会太累我的。最后到，哇，同志们，报教练，头晕了。本来不紧张，这一下看见这大门口还有拿枪的，倒是还真有点紧张。哇塞！身为运动员、演员、歌手、主持人的八位新兵，将通过从地面到空中的层层锤炼和考验，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空军战士。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第一次走入军营的他们会有什么样特别的成长经历呢？我们一起来看。那是什么？那是战斗机吗？哇，飞机！飞机！哇！哇，像拍大片一样。天哪，空军教官这种自带特效的出场方式真是太帅了，难怪我们的女兵们都不淡定了。哇，帅爆炸了！我有墨镜，我戴上跟他们比一下。这种酷啊，我觉得下来这种气势，包括这种气场，特别的震撼。下来那一瞬间觉得帅呆了，能感觉到我们空军的战斗力真的很强。我叫刘金怡，是雷神突击队余队队长，也是你们在这期间总教官。再有两位是你们班的。从你们踏入部队这一刻开始，
只要忘掉过去，培养服从意识、纪律观念与时间观念。下面由党干事把你们带至雷神活动室。停蹲，向右转，左转弯，起步走。刚才他出场很帅呀。啊，我们教官好帅呀，他怎么走了？休息一会儿吧。我们在等谁？在等我们的，在等刘老师。飞机没飞过来呗？我们到时候也会上那个飞机，会不会？我可不敢，我有点恐慌。停！起立！咱们这个刘队长啊，刚刚在国外经历了最残酷的训练和最激烈的淘汰，最后呢是代表咱们中国在全世界的最顶尖的特种兵的培训当中获得了勋章，中国军人了不起。哎呀，好帅好帅，换衣服了，不认识了。按照下面的位置向右看，停，别动，向前看，收。他很凶，就是黑脸，然后就是不会笑，又很严肃。到了部队之后令行禁止在部队，只有服从，绝对服从，无条件服从。现在四个男兵为新兵一班，一班班长为杨远。到。四个女兵新兵二班，二班班长王威。到。现在按照一班到二班的顺序依次进行自我介绍，先由班长。我叫杨远，籍贯陕西商洛，今年21。我对我的兵只有一个要求，我是非常强调时间观念的。我希望在今后日常生活训练中，要做到雷厉风行，做我的兵就要赢。我叫王威，籍贯陕西咸阳，今年23岁，现任雷神突击队新兵二班班长。我对大家的要求只有一个。不要动！第一次提醒你啊，不要做让我瞧不起的事，不要做让我看不惯的事。站姿是各有各的站姿，在队列里面乱动啊！我当时心里的一个想法就是，当我的兵，肯定是有的改了。完毕。由左至右。按照一班至二班的顺序依次进行自我介绍，第一名。我叫黄子韬。大点声。我叫黄子韬，籍贯青岛，年龄23。报告教官，我叫蒋劲夫，籍贯湖南长沙，年龄25。报告教官，我叫李瑞，籍贯山东莱阳，今年43岁。笑什么？
年龄很好笑吗？笑什么？是不是感觉很好笑？下面由你自我介绍。我叫孙杨，籍贯浙江，今年24。报告教官，我叫杨幂，籍贯北京，今年29岁。报告教官，我叫张兰心，籍贯北京，今年29岁。报告教官，我叫佟丽娅，籍贯新疆，今年33岁。我让你动了吗？在队列里边不要乱动，有问题打报告，明白了吗？明白了。继续。报告教官，我叫沈梦辰，籍贯湘西吉首，今年27。好，现在给你们5分钟时间，把你生活所需用品放在你面前的箱子里边，任何与部队无关的物品放在你的行李箱里。还剩4分10秒，开始。带火锅底料的，我带了榨菜。哇！停！哎呀！你干什么？我是不是说了，在队列里边，你任何情况打报告？我说没说？我说没说？说了。报告，讲。你能提下裤子吗？什么？很搞笑吗？俯卧撑准备。俯卧撑准备。几个？俯卧撑准备。几个？几个？10个。王子涛到。王子涛到。俯卧撑准备。刘队长，我觉得他很严格，那就是有那种不怒自威的感觉，看到他就会觉得很紧张。嗯，报告教官做完了，起立。报告教官，我什么时候做？撑着。王涛，你动什么？报告教官，他抽筋了。10个俯卧撑开始，你做一个，大声的喊一个。喊数字吗？喊了吗你？喊什么呀？报告教官，我喊什么？你觉得你应该喊什么？数字。好。10个俯卧撑开始。一、二、三、四、五、七、八、九、十。看着我，是不是很好笑？不是。那你笑什么？5个开始。3、4、5，报告教官做完了，起立。这是什么？报告教官，这是锅。干什么用的？煲汤。
熬汤。你来度假了吗？拿出来。这是我的洗漱用品。把这瓶瓶罐罐全部放到这儿。你们两个也是一样，把你们的瓶瓶罐罐全部摆到你们前面。你。这里面是水壶。带这么多水壶干嘛？喝水。我给你发，放这儿。把这些东西全部拿出来，放这儿。这是什么？碟片。你想玩游戏吗？休息的时候。来这儿，就是来当兵的。拿出来。你没有东西吗？报告教官，既然来当兵，就把自己一切都交给部队，所以我不需要带任何东西。你们听到了吧？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走秀吗？你们在选美吗？双截棍。双截棍。打我吗？打我吗？不是。你是来干什么的？我来当兵的。我以为你来打我的呢。我休息的时候不能练吗？拿着。可以拿。拿起来。站到大家前面，给大家表演一下。我不好意思。表演多久呀？表演到，看我干什么？大家满意。报告教官，我就会这么多，所以我带来练。捡起来。就是因为练得不好，我才带到部队里的，想找您请教一下。五秒钟时间，把你面前摆的这些瓶瓶罐罐，只可以留三种。这么多护肤品，只能选三样。只可以留三瓶。五秒钟时间选择，开始。对于女生来说，这简直是比选择美貌还是智慧更难决定的事情了吧？一，停。但是，这才像个女兵样嘛。那你动了吗？我让你动了吗？是不是已经听过了？是。他们动了之后，我让他们做了什么？让他们做了什么？看什么呢？想看，你们可以看一下，站在你们队列当中的年龄最老的兵，起立。记住了吗？记住了。大点声。报告班长，记住了，不会再犯了。班长。报告队长，我错了。三分钟时间，到活动室门口集合。现在为大家发放军需用品，在发放之前，每个人先到我这儿报上自己的身高和体重。报告长官。继续，这里是由 vivo 智能手机冠名播出的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现在为大家发放军需用品，在发放之前，每个人先到我这儿报上自己的身高和体重，而后。到那边，我们对身高体重进行复核，复核完之后，
到那边领取自己的军需物资。黎明开始。姓名：孙杨。身高：199。体重：体重91。不行。欢迎光临。念想。欢迎光临，请站稳了。您的身高是197.5厘米，您的体重是95.4公斤。谢谢您的光临，再见。虚报。好笑吗？称个体重有这么兴奋吗？下一名。往哪儿去？黄子韬。身高：1.83米。体重：70吧。准确数字？我不知道准确。没称过体重吗？没称过。欢迎光临，请站稳了。您的身高是180.5厘米，您的体重是75.8公斤。怎么说？严肃点，听见没？动。只有是或不是。是。对。欢迎光临，请站稳了。您的身高是181.5厘米，您的体重是80.6公斤。您的身高是172.5厘米，您的体重是73.1公斤。您的身高是177厘米，您的体重是51.1公斤。您的身高是171厘米，您的体重是52.7公斤。你喜欢动吗？动之前打报告。明白。下面。欢迎光临，请站稳了。您的身高是164.5厘米，您的体重是44公斤。杨幂，到首长那去。姓名：杨幂。身高：167。体重：48公斤。报告教官，能连外套也脱了吗？外套重。可以把外套脱了，鞋子也脱了。欢迎光临，请站稳了。您的身高是166.5厘米，您的体重是47.9公斤。让每个人领取自己的军需物品。我们想申请帮女兵帮他们停一下吧。二班长，我们一般男兵说你们女兵比较辛苦，他们申请帮你们提下东西。哎，你们不感谢人家一般男兵吗？谢谢。面向我一列。哇。10秒钟，把里面的东西全部给我拿出来。开始。走你！拿到哪儿啊？拿到地上。拿到地上。啊？什么意思啊？停。
不要让我听见你喘气，知不知道？知道。要看我，给你们三分钟时间，出门就门的对面那个房间，换衣服。三分钟，开始。由右至左，高尔哥向右看齐。向右看齐，你应该站那边。右是哪？右这边嘛，是不是？对不对？回去，原队形集合。向右看齐。你不动吗？后退一步，走。向右看齐。孩子们，都动不起来吗？原队形集合。两秒钟，到不了位。走着瞧。向右看齐。向前看。哇塞！哎，没关严门。还有哎哎，还有什么都进来了。那麦怎么办啊？哎，我忘记拿那个衣服了。完蛋！动作快一点，还有三十秒。啊，要来了来了。低头看看你们自己。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秘密呢，可是对于军人来说，时间就是生命。换个衣服磨磨唧唧，让你们去打仗，衣服还没换好，仗都打完了，知不知道？三秒钟把腰带抽出来，三、二、一，停。你觉得你们动作快了还是慢了？慢了。慢。两秒钟，开始。抽出来。二一。把腰带放地上，该系鞋带系鞋带。试一下，谢谢教官。我不是你教官，我是你班长。谢谢班长。报告还是大。还是大。这就是我们部队的班长吧？前一秒还绷着脸说你，这一秒就已经暖化了。教官你好暖啊！我不是你教官，我是你班长。谢谢班长。你那合适吗？合适。谢谢班长。空军以快著称，作为一支快速反应部队，我们雷神突击队四个一切，到达一切地域，夺占一切先机，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对手。李瑞，是。在部队里面点你名的时候要打到明白了。李瑞到。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是吃个火趁准备。蓝金夫到达一切地点，火趁准备。王子涛报教练，我们直接做。同学们，我总结了一下您刚才说的，快很准。放准备，说一个，你复述一个，做一个俯卧撑，到达一切地狱，到达一切地狱，夺占一切先机，夺占一切先机，克服一切困难，克服一切困难，战胜一切对手，战胜一切对手，去。今天，我们新兵一班成立了。
杨斌，起立。有没有说不让坐床？不要坐床，知道吧？有马扎，坐马扎上。说。那你为什么还坐？凳坐不下你是吧？能。还要我说几遍能记住？记住了。现在，给你们三分钟的时间，出门以后左拐，有洗漱间，里面有卸妆水，把你们化的妆全部给我卸掉，把你们化的妆全部给我卸掉。啊！我当时觉得五雷轰顶，对。现实卸妆这个事儿，我觉得对女艺人来说是很残酷的。相对来说，我觉得我素颜差一点。我确实没有经历过说自己完完全全不带妆在镜头前。大家应该都很期待看吧？完蛋了！但没有擦脸油，没有洗面奶，什么都没有，怎么办？还没有防晒，把睫毛卸了得了。我睫毛卸不了，卸妆哎，莫名的还是有些小鸡蛋。卸妆和素颜原本是女艺人的天敌，可是我真的很佩服她们四个，因为从她们卸完妆的那一刻起，她们就不再是女艺人，而是真正的女兵了。谁刚说没洗干净？我时间不够是不是？够。那为什么没洗干净？脸大。那就是时间不够是吧？哦，没有。那为什么没洗干净？因为防水睫毛膏难洗。知道难洗，来这。江佑凯，去。这中间留这么宽干嘛？中间留这么宽位置给谁留的？让你动了没有？因为你刚才没让动，所以没敢动。那我下向右看齐的时候，你不会调整吗？因为说你要在中间。队伍前面有指挥官的时候，你们站队把指挥官放到你们的队伍中间，知不知道？我说把我放到你们队列的中间，不是说把中间的位置空出来给我留着，知不知道？知不知道？知道。向右看齐。需要多长时间？到现在衣服还没穿好吗？三次的俯卧撑，开始！一、二、三、四、五、六。杨教官，他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们，我能感觉到他很不忍心的去责罚我们，为了我们去被罚做俯卧撑，让我们看着心里面都特难受。二九三十，报告完毕。起立！新兵刚来到部队，做不好，怪谁？报告，怪我，因为我是他们班长。刚来部队，是不是感觉很好玩？是不是感觉很新鲜？是。我问你了吗？我上准备。
行。一、二、大点声。三、四、五、六、七。新兵一班、二班集合。快点！楼下集合。其实新兵入伍的第一关呢，就是要在40多度的高温下来进行体能测试。这个测试真的让我为看起来比较柔弱的女兵们捏把汗。一、踏步。一、二、一、六、一。请男兵看。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一，踏步。一、二、一，变一，向右坐三，向右看进，抬头挺胸，手贴紧。男兵看到刚才女兵走过来之后，是有什么感想？我看到你们男兵在走队列的过程当中随便说话。太随意。刚才在你们房间整理内务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没有时间观念。现在向右看，撑，向前空，躺下。杨远到，躺下。端腹开始，双脚斜向上45度，两手贴于裤缝。好，停，明白了吧？一分钟自己数秒，开始。一、六十、三、九、四、五、八、六、七、八、五、六、九、十、五、一、十四、十三、十五、五、六、七、八、九、十。四九二四八二四四七二六四六二四五二九四三四二四二四一三五四十三七三九三八三七四二三六四四三五四六三四七四八四三五四二五一五二三十四五五六六七五八五九六十二五二四二三抬起来二一抬起来十九女兵们，这可是在部队。任何一点偷懒都逃不过教官的眼睛哦。但是今天我又认识了一个认真的耿直 boy， 那就是空军新兵蒋劲夫。三、二、一，报告。停。现在，你没有建立一种一分钟的概念。刚才的感觉，就是一分钟的感觉。我希望你们记住刚才的感觉。起。我想去看一下。黑了吧？起太猛。没事吧？没事。来到部队，那就是要勇于挑战自己，敢于挑战自己，挑战陌生的环境，挑战你们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你们有没有信心？有。下面开始体能测试，第一项。仰卧起坐标准，双肘必须触碰膝盖，一、二、三，时间2分钟，明白了吗？明白。明白。开始，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四、五、六。七，这是好猛！六、十、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
放我。蒋劲夫在做的时候，我正好在给蓝心数嘛，我就觉得旁边就一个人一直在砰砰砰砰砰砰砰，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在旁边不停的运转。身体素质太好了，就一看就是平时经常在家里有锻炼的。62, 63, 64, 仰卧起坐对于我来说有特别的情怀，从小学到现在就是一直都会坚持的一个运动，2分钟的从来没做过。那当然做到自己强项的时候，当然也想着借着这个机会能突破一把。87 88 89 63 64 65 66，37 38 39 40，坚持坚持。起不来了。114 114 114 115 116 117 119，坚持，最后10秒。121，你完全可以突破自己的极限，知不知道？坚持。125 126，大点数出来，你加油。停。我去，从来没做过那么多仰卧起坐。各班，登记各班成绩。杨幂多少个？51。66。孙杨，多少？91。蒋劲夫，130。好，交换，2分钟，开始。1 2 3 4 5 6 7 8 9，王子涛后背着垫子。12 13 14 24 25 26 27，加油。28 21 23，佟丽娅不错啊，坚持坚持，加油。佟丽娅不错啊，丫丫加油，你是妈妈，为了朵朵一定要挺住，加油，坚持坚持，突破自己，你还可以，相信自己，快点。不错啊。杨幂跟丫丫特别不容易，真的，因为他们两个就是相对在我们这个 team 里面就是相对来说年纪大一些，特别是丫丫刚刚生完宝宝，我觉得作为一个母亲，我觉得能到这么一个严格苛刻的一个训练的一个部队来当中，真的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相信你还可以继续做，可以的。84 35 35 35，小瑞哥，让我喜欢这个状态，我觉得这才是真的，不是玩假的来拍戏来拍节目，而真的就是把我们当做一个普通士兵来训练。53 54，最后20秒冲刺。8佟丽娅，你先想一下你自己20秒还可以做几个？我可以做5个。5 73828漂亮。29停。王子涛6052沈梦辰52是吧？39佟丽娅多少个？29不错。好，起立。下面进行第二科目，俯卧撑。每做一次俯卧撑，铃铛必须响。刚从巴西回来，然后时差还没倒回来，但也在努力的适应，所以第一天上午可能一下汗出的有点猛。
我觉得第一天有点过了。哪有点过？我们平常没有这么大训练过，你得让我们缓一缓啊。还有吗？没有了。谁还有什么讲的吗？简简单单一个俯卧撑就说了这么多的理由。刚来部队第一天，很多情况不适应，很正常。但是进来了，就要按照部队的要求。孙杨，啊，就到。头晕，教练，把等对、啊。能不能坚持？我可以先休息一会吗？最近有点累。去。第一列俯卧撑准备。两分钟开始。哎呀！没关系。你不行了，你就趴下待会儿。冯亮，冯亮，大，看着我，能不能坚持？我看不见你。那你就坚持住，听见我的声音就够了。我相信你可以。其实做俯卧撑的时候，到后面已经有点支撑不住了，然后手在发抖，就记得自己。你做不了，你撑着，别让身体落到地上，撑着。五、四、三、二、一，起。来，报成绩。赶紧扶。56。张大新。15。杨幂。3个。李瑞。45。28。下面给大家时间调整，喝水，休息，之后面向我，称一列集合。解散。我刚刚眼睛有点发黑，你能坚持会我一定会坚持。我相信你能坚持，肯定会坚持。休息。谢谢教官。吃，你吃，没事，有点难受，血糖低。水，少量多次。慢点喝，不要喝太急。村长起床了，村长，瑞哥没事了，他晕过去了，他什么情况？瑞哥，哎，瑞哥，嗯，你没事了？把衣服打开，脸都白了。别透气，深吸口气。我来，我来吧，小关没事，我来。水呢？小孙，水拿过来。拿水。慢慢喝啊，千万别喝太大口。喝一小口，停。这确实太热了。斯沃尼卡下水有10000米。过来集合，两个班长，把李瑞带到旁边。今天上午体能测试到这里。成绩大部分人做得非常好，我没有说标准，但是很多人都在坚持。我知道你们没来部队之前锻炼很少，蒋金夫两项考核当中都表现出体能素质比较优异，但是在这里体能是一方面，素质是一方面，我主要看的是你们有没有一个强大的内心。在站的女学同志，报告教官，想去歇一下，喘不过来气，他脸都充血了。班长扶过去。我当时觉得自己心脏快要跳出来了，眼前是黑了一片，所以我才跟教官说，我说可不可以去旁边休息一下，
但其实后来想起来挺后悔的，如果万一自己再坚持一下就好了。来到部队，真正的历练才刚刚开始，你们每一个人都让我刮目相看，但是柔弱的秘密、年长的瑞哥，还有正在哺乳期的丫丫，我真的担心你们能不能通过以后更加严酷的训练呢？每个人对这个凳子站好，下面要坐。可以坐吗？我坐。蜜姐没事吧？没事吧，姐？还好吗？没事没事，别摘别摘，好像我脸特别红。我的脸是一晒就会过敏，就会立刻通红。刘瑞，化妆了吗？好，没问题。报告教官，我想问一个问题。问，说。你们第一天进来就全部都坚持下来了吗？一点难受都没有。我们第一天进来，我们新兵入伍，从第一天开始，6个月的新兵时间。那是因为你们适应了这个模式。你去游泳呢？第一天，我们整个新兵生涯衣服就从来没干过，我的泳裤也没有干过。赢了，在陆地上跟水里面一样吗？一样，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孙杨，到。术业有专攻，每个人都有长处，都有短处。在部队里不抛弃，不放弃，战友之间互相彼此依靠。每个人取长补短，明白吗？明白。班长，你是姓王是不是？王班长。小薇薇。叫什么？小薇薇。停一下啊！现在你们8个人全部起立。我的错，我的坑。快点，站好。尊重你的上级，该怎么称呼怎么称呼，不要取外号，记住没有？杨幂，记住了。你们其他人记住没有？记住了。记住没有？记住了。坐。现在还有时间，先把脚下的鞋带给我调整过来。For the teardrops on my guitar, the only. 黄子韬，这不是休息吗？唱歌也不行。好，黄子韬，起立。来，出来给大家唱首歌，表演一下，快点，好不好？好，要跳舞，劲歌热舞那种，打歌打歌。听什么？双截棍。啊，不是，真的。你点个歌，我唱给你听。你想听什么吧？周杰伦的吗？我就喜欢听军歌。不会。那你说让我点什么，你唱什么？是不是点什么唱什么？不是。唱你最拿手的，知道吧？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曲终人散了。那就这样吧，再爱都无需挣扎，快来抱一下。我就会唱那么几句。向左看，停！向前，停！转向一只狗。团结就是力量，一起唱。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天，这力量是钢，比天还硬，比钢还强，将这八千四的开荒，把一切破灭都已制度死亡，将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发出万丈光。小心，令！指导员同志，全队开饭前集合完毕，请指示。开饭，行。
西瓜，这两个鸡腿儿。洗手的话，后面那可以说。现在各班组织带回，想要做抓。进步走。20秒的，你们觉得上楼需要多久？20秒。20秒，班里等你们，开始。啊！我脚都磨破了。停！谁让你说20秒的？你这不自找的吗？看见了吗？看见了，我是最后一个起步啊。报告，我检查帽子。帽子给我戴好。为什么要把帽子摘了？疼。说话。两手贴紧。因为太疼了，累得我头不舒服，受不了了。李瑞，到。我们第三句话是什么？别动。克服一些困难。王子涛。克服一些困难。能不能克服？那行吧。回去可以坐床吗？不能。坐睡觉可以。不敢坐床。咦，没坐床。不敢坐床。把凳拿出来坐一列。是。饭吃的怎么样？一般。吃的我觉得挺好的。还有西瓜和绿豆汤呢。特棒。下次希望是绿豆汤可以续杯。对。你脸这么红啊，还没下去呢。下不去。我想要个防晒，我脸一晒就过敏。本来就黄脸婆，晒完就那个了。防晒，防晒啥？防晒霜。全被你没收走了。对对，就是那个。防晒霜属不属于化妆品？当然属于了。啊，不算吧。不属于。不属于吗？这光脸上一晒就变这样，他过敏，我们变成演员，我是过敏，还得回去工作呢，这还得要呢，这脸。嗯，要不然怎么办呀？我现在已经不接戏了。不行，我跟你说，在部队这啊，没那么多讲究。你们当兵来之前，应该把这些问题都考虑到位了，知道吧？这就不应该来，该为了就不来。哎。是你现在是后悔了吗？没有，不是后悔，绝不后悔。考虑到那个，不是我们脸会晒红哈，但因为也带防晒了哈，就没有考虑到就不让我。我想问个问题。问。我们的衣服就这一套吗？那里面的湿了，我们想替换一下怎么办？咋办呢？你睡觉的时候，一会儿休息的时候，你可以把外套脱了，穿个短袖就可以了。那里面的都太湿了，我们想换的亮一亮。没有办法。休息的时候你们好好休息，下午继续训练。好，休息到几点？听哨音。这睡得都不踏实。你们放心睡，吹哨的时候我会上来叫你们。嗯，好吧，凳子放到位啊。休息时间给你们自己了啊，自己利用好。拜，再见。我不行了，我累了。下面解散。休息一下，解散。下午训练几点？下午，会通知你的。智能手机，真正男子汉，现在继续。欢迎回到由 vivo 智能手机冠名播出的大型国防教育特别节目《真正男子汉》，vivo X7 1600万柔光自拍，照亮你的美。
下面解散，休息一下，解散。下午训练几点？下午，会通知你的。停！我现在是女兵班班长，你们杨班长是你们一班班长。我晚上、中午会跟你们在一个寝室休息。希望你们休息的时候保持好室内纪律。记住。下来听你班长的，他要安排你们休息。子弹。你们别让教官瞅见坐床上啊。我们要睡觉可以，休息，全部席地是吗？大秘密同学吓谁呢？我今儿被坐床上已经被吓坏了，走，哇，我已经好久都没有爬过上铺了呀！上下铺的生活好怀念呀、啊，仿佛回到了大学时光。这床是不是小啊？我听说孙杨的床就是定制的。我感觉我要睡觉了，我操！现在八七是半夜。那你这床够吗？他说他加过了，应该差不多。鞋脱了吧，再把脚先解开吧，我觉得现在脚肯定都很疼了，把鞋子先脱了，我先休息一下。我觉得他们女生很强悍的，我觉得他们都是女汉子，尤其沈梦辰他们，和蓝心，他俩一点都不累，你发现了吗？我发现咱们好像确实是比咱们组的这些男兵体能强很多，上午连孙杨都晕过去了，咱们基本都还挺好的。夫仔也不行了，他也不行。夫仔在我旁边一直这样翻着白眼，我涛涛也不行，他揍完那个他嘴都紫了。嗯，所以咱们还真挺厉害，咱们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做的特别猛，你知道吗？对，他们女孩子做的又不标准，然后就反正就晃下来了呀。我觉得、我认为是这样。这波涛涛歇一下吧，把灯关了吧、把灯关了。教官对我们好凶啊，但是带我们这个班长还挺好的。班长挺好的呀，并没有感觉到啊。啊，说好的帅哥呢？有啊。哪有啊？我们班长很帅啊，小薇薇。咱们那班长啊，小薇薇背着他叫小薇薇。但是班长好凶啊，我才不要找一个这样的男生，我要找个暖男。我觉得我们班长挺暖的呀。对啊，你一说他暖男，他马上就告诉你说，你慢慢就知道了。没有，你没发现他其实偷笑了好几次吗？对啊，就是那个你们在说什么那个说帅的说我们班长特别帅的时候，他就自己在那偷笑，我觉得特别可爱。我知道为什么我单身了，因为我发现不了男生身上的美。你没有发现他在偷笑吗？我没有。他脸还红了一下呢，好可爱的。我觉得他们都好凶啊。那个凶？哪个凶啊？就是那个最大的那个。队长，刘队长，刘队长，哇塞，你记人名好厉害啊！我记数字、生日和电话号码比较强。我特别希望我们有能记数字的环节，这样我们就不用在太阳下面晒着了。杨幂，到。车来说多少？报告，公交车上一共有九个人，第一站下去三个人，上来两个人；第二站下去两个人，上来一个人，一共有几个人？走廊里有没有人呢？跟他要个防晒。哎，你对着镜头要就行呀。我想要个防晒，我想要个防晒，防晒。说行不行？他有防晒。我想要个防晒霜。过敏了。我过敏了，脸上可以吗？你对焦干什么呀？可以吗？点头。不行，防晒。防晒都不敢上。哎，我脸终于白了。终于红退了，我胡子这一圈好痛。你还有胡子？你胡子马上长出来了。我每次一晒完，我就是胡子这一圈。你要刮一下吗？现在？拍戏男演员不都是下午得刮个胡子吗？你说男生他们会休息吗？还是也是在叨逼叨的？我不敢睡着哎，现在。我觉得一睡着了，你一听那哨声，整个人就。不好了，会神经衰弱吧？对，不敢睡，我腿好疼。我想知道能不能拿到防晒霜，我脸下午再晒一下就报废了。希望不要在户外了，要热死了。对，只要不在户外就行。衣服厚，一闷就不行了。要不要关灯？
还能关灯呢。对。午休都睡着没有啊？睡着了，睡得特别好。给。呀，有防晒了。身上给抹吗？谢谢。停，站好。教官证要给你吗？你自己留着。好的，谢谢。啊，你们休息的时候，我去那卫生队给你们拿了些这个藿香正气液。每个人必须喝啊，下午比较热啊，喝这个好一点。这个是，啊，我以前喝醉过，我也以前喝醉过，我也是。现在，把你们的水壶全部灌满水，这是提醒你们，怕你们下午训练没水喝，知不知道？哥哥，你多大了来着？我今年21。你才21岁，长得已经跟30岁的了。你竟然比我还小啊！你什么时候来当的兵？我17岁半的时候来的。哇，好厉害！哎，教官，那个比你早进来的教官，他比我晚一年。你是哪里人？四川。我早上自我介绍有没有人记住的？杨幂记住了。我叫王威，籍贯陕西咸阳，今年23岁。我叫杨远，籍贯陕西商洛，今年21。23岁啊。哪里人？陕西，是不是？陕西吧。对。那个另外一个班长也是陕西，好像21岁。陕西哪里的呀？23岁。咸阳。咸阳啊，我去咸阳拍过戏。那是你的事。最快的速度下集合，快点！集合，好，快，快点！今天下午我们来共同训练单兵战术以及95式自动步枪应用射击。现在听口令，我在下口令的时候每个人对正自己身前的一把枪，希望动作利索一点。都有，向右看，枪向前看，停，站好。现在每个人最快的速度把地上的枪拿起来，弹夹装到子弹袋里，开始。弹夹咋装啊？装哪儿啊？已经装上了。统一插右面第一个里面。在哪儿啊？子弹带在身上吧。就这样吧。要停。下面我们将训练单兵战术以及95式自动步枪应用射击。训练之前，由我和你们的一班长先给大家做一遍连贯动作示范。一班长到，出列。听我令，射击准备。交叉步，屈身慢进，嗖嗖嗖，前进，发现敌枪，发现敌枪，
取消。你们枪里有子弹呀？不会吧？吓坏了。今天教官演示的时候，啪啪响的时候，然后我看到还有火光出现，吓一跳。拖步群人迈进，搜索前进。我一直以为那个是气枪。发现敌枪。就打出那个火花的时候，我说天哪，这是真枪。他们是真枪。敌人需要搜索前进。换弹夹。那肯定监测不到啊。太傻了，我天哪！刚才吓死了，魂都吓没了。黄子韬到，那看你班上演示有什么想法？我也要像你们一样。你要是吃苦吃到了，我相信你会的。我能。蒋劲夫到，我也想跟你们一样，太帅了。佟丽娅，你想不想？我有点害怕。班长在这儿，你还怕吗？子弹不长眼睛。我打的是空包弹，不是实弹，知道吧？这是训练用的弹。不是实弹啊，所以大家放心，不会伤害到任何人。下面我们开始训练，战术前滚进，搜索前进。右脚迅速蹬地，而后左手撑地，必须要勾头，同时迅速晃头往下甩。男兵这边有没有自愿出来做个示范的？报告，女兵想试试。你们已经慢了啊！我先喊的。出列。是，我们四个一起上。当你们男兵班在犹豫的时候，我们女兵班已经开始行动了。啊，看见没有？看见了。有想上，接纳报告，积极点。听口令，射击，准备。由左至右，交叉步，屈身迈进，前进。停，起立。有点丑。第二名听口令，交叉步屈身迈进，前进，前滚进，起立。太可爱了。张兰心听口令，前滚进。沈慕辰前滚进。没事吧？起立。报告教官。讲。孙杨说想试试。他想试，他会亲口说，不用你说。是。啊，我再问你们男兵班一次，有没有人想站出来试一试的？有。有。有没有？有。不错啊，男兵班听口令，起步走。队友，射击，准备。交叉步屈身迈进，搜索前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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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滚进，前滚进，停，前滚进，停，前滚进，哟。起立，前滚进。我给大家讲了遍动作要领，做了两遍示范。虽然说大家做动作不是很标准，但是你们的有这股勇气已经很值得认可了。我希望你们在下一步训练中把这股勇气一定要保持住。报告教官，调整一下头发。调整。
都有枪阵地，枪放在沙袋上，枪口搭在沙袋上。报告教官，讲，我需要纸。眼睛进沙子吗？睁不开。有纸吗？拿点纸呗，那么多人没纸啊。别说话，站好。站好。头盔戴上。你刚才喊什么？给你三秒钟，头盔戴好。三、二、一，停。头盔取下来。看着我，你现在是不是很烦啊？是。烦什么？烦眼睛进东西了。你再烦也要忍着。谁让你动了？站好。给你三秒钟，头盔戴上。三。三秒钟戴不上。戴不上是吧？头盔放地上，快点。俯冲准备，枪放地上。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特种部队，什么叫特殊。俯冲准备，按照特种部队的方法，让你做八个俯卧撑，能不能做完？能。声音大点。能。你们都听到了啊，他说他能。我数一个，你做一个。一，喊出来，重复我的口令。二，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二，坐，谁也停了。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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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七，七，八，八。不要抖啊！你不说你能做完吗？做不了了。你不说你八个能做完吗？我怎么知道你说是八八八八呀？我告诉你，这里是特种部队，有它特殊的方法。撑着，给你三秒钟考虑。加油，小涛，加油。二，加油，小涛。一，看着我，你是不是现在我要张纸愤怒是吧？凭什么呀？凭什么呀？今天下午的训练中，直升机滑降。能行吗？身体前倾，身体前倾，倾倾倾倾倾，身体前倾，身体前倾，身体前倾，倾倾倾倾。啊！小心小心！一片区。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我宣誓。有什么能耐打我？你们有没有信心？有。干到最后。如果我要是阵亡了，你们一定要替我保护班长。要比左哥安保。放心，从里面走。我耳聋了。疼了。新同志将要暂时离开我们。终于如愿以偿地穿到了这身军装，整体下来收获也挺多的，唯一就是如果能给家里打个电话就更好了。所以明天我觉得我一定要积极表现，给自己争取一个打电话的机会。